告诉你妈，这次随了她的愿了，我看这门亲事就算了。爸，喂，桂英，我爸休息了吗？你爸他不想见你。那兰兰呢？兰兰也不想见你。桂姨，这个事情我想跟他们解释一下，你能让我进去吗？这件事还是再缓一缓吧，让大家都冷静一下。先回去吧。哎，表妹，就等你了啊！咱们赶快走吧。那要不要买点纸条什么的？不用了，路上买吧。好好好，走。好嘞。少康啊，我跟表妹来看你来了。现在情况进展的怎么样？组织上经过了几次的内部调查，锁定了几个可疑的人，但是没有他们的证据。看来这个人是相当小心的。按照荆哲同志的意思，这个叛徒跟小城有联系。荆哲就在小城身边。哦，我已经跟他联系上了。这可太好了，那这样的话这个叛徒他就跑不掉了。再加上小城的活动范围也就是从家里到办公室，所以叛徒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。可是现在啊，我们家里头可是乱成一锅粥了，我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了。这儿子都找着了，怎么又从哪儿乱起来了？哎呀，你不知道小城找了一个女朋友，女朋友的父亲是城防司令魏振邦。这不是更好吗，表妹？这样的话你就有机会能够接触到更加高层的机密了，再说对你前夫的安全能够起到很大的保护作用呢。好事。可是你想想，小城现在的身份，当前的局势，这中间又有一个魏振邦。我竟想着搞情报的事了。你要这么说那还真是一个问题。表妹，老百姓都有句话说，放下屠刀能够立地成佛，对吧？再加上咱们党有宽大的政策，这你应该比我懂啊。我是明白，可是我夹在中间怎么办呢？我又不能跟小城直说，小城肯定以为我是一个蛮不讲理的妈妈。那边兰兰也说怎么摊上这么一个婆婆。兰兰说实话还是一个好姑娘，她生在那么一个家庭里的就很不错了。可是哎呀，如果真像你所说的那样，你将来的日子可就是麻烦了。你看吧，你一方面要当母亲，另一方面还得当她的引路人，你将来可得受大委屈啊，表妹。那倒没什么，只要能把孝成拉过来，帮他赎清罪孽，多大的委屈我都能承受。怀远呐，帮帮你儿子，帮帮我。小姐，没事吧？怎么了这是？没事没事。哎，我最近特别恶心，老想吐。最近，老想吐。哎呦，糟了糟了，糟了！
小姐，我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讲啊，我觉着你有了。有什么了？我生我们家五的时候就这样。说什么呢？不可能！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你俩说什么呢？哦，啊，没事，闺女。什么？你是不是查错了？没错，已经呢一个多月了，你赶紧通知孩子的父亲吧。啊。今天干什么去了？我闲得无聊，出去逛了会儿。是不是去医院了？张婶儿，小姐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是太太她……楠楠，你别怪张婶了，是我逼问出来的。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不能瞒着我和你爸爸呀。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？这事儿赖不着桂姨。把结果拿出来吧。你这审的是什么东西啊？这叫口供吗？重审。是。喂，哪位？啊，义父啊，怎么了？爸，你看看吧。你准备怎么办？你妈不同意这门亲事，你是不是也不准备对兰兰负责？爸不是的，我是要娶兰兰的。你娶她？怎么娶？你妈那边你怎么交代？我马上回去跟我妈妈说。其实我妈这个人……不用说了，别说你们高攀不起，我们家兰兰也不是嫁不出去了。我看这门亲事就算了。爸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。我想好了，我一定要对他负责到底。你是想对你们林家孩子负责到底吧？孩子的事就不用你操心了。爸，我想见见兰兰，可以吗？兰兰她不想见你。爸，你走吧。还年轻，爸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怎么就为我好？该松的时候松，该紧的时候要紧，你以后就会明白了。我不明白。什么？怀孕了？哎呀，你说你们这……妈，您就别说我了，您帮我想想怎么办吧。怎么办？他们家那边什么意思？他们家那边还能有什么意思啊？您都不同意。我爸说了，这门婚事啊，算了。那不行，做事敢做敢当嘛。再说了，那孩子也是咱林家的骨血。那您早怎么不同意啊？你这，你这孩子，兰兰，兰兰，哎呀。别烦了，我能不烦吗？都烦死了！大不了让你爸爸的警卫把他给你绑过来，还不行啊？你别拿我开玩笑行吗？我心情很不好。哎呀，谁跟你开玩笑了？我想好了，既然他不仁，我就不义。你想干什么？我要打掉林家的孩子。
妈，今天上哪儿去啊？哎呀，我还能上哪儿去啊？厚着我这张老脸给兰兰赔不是去呗。赔什么不是啊？您别去，太委屈您了。哎呀，没什么，只要你们过得好。快开门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快快去医院，兰兰要把孩子打掉。啊！哎呦，妈，可是不能打孩子呀，愣着干什么？快去呀！哎，你想好了吗？我问一下妇产科在哪儿？谢谢啊。护士，你好，我想问一下医生在吗？医生出去了。那你看见没有？刚才有一个20几岁的小姐来过这儿。哦，有，来过，穿个小洋装，短裙子。对，哎对，就是她，她没干什么。哦，那我都不清楚了。您看见她去哪儿了？刚出去，谢谢啊。好。兰兰，豪华车，武陵路。哎。兰兰，你听我说。快点走！你听我说，你别着急好吗？你听我说好吗？快点走，跑这么慢啊！停下！再不停下，老子打死你！停下！别！打死你我抵命！走！哎，小姐，你还下来吧，我这性命可不敢让您费心了。滚蛋！兰兰，你听我说。挺能啊你，林孝成，拿着枪要打谁啊？打我是吗？来，你打我吧。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是着急吗？我怕你走了，兰兰，没事吧？我没事儿，孩子有事儿。不，兰兰这么大的事儿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呢？为什么呀？怎么了？你着急我还是着急孩子？我当然是着急你了。你着急我什么呀？你从来就没关心过我，天天关心你的工作，关心你妈，你哪有空关心我呀？兰兰，我上家里去过，我找义父，我求他，让他让我见你，可是他不同意，我怎么办？他说不见你就不见啊？你就这么点本事啊？兰兰，你是知道我的，我想做一个好父亲，你是知道我的，对吗？晚了，小成，咱们两个已经结束了。结束了？为什么呀？我做错什么了？结束了？你放心。孩子还在，我会把他生下来，我会把他带到国外去，让他在那里长大。你们男人不是都希望有一个能为他独自抚养孩子的女人吗？也许我就是那个傻女人。兰兰，你可千万别这么说，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了。小成，妈，哎呀，我可找着你们了。伯母，你来了。兰兰，你看孩子没事吧？没事。您放心，孩子没事儿。哦，我会到国外去把他生下来。为什么呀？为什么非要到国外去生啊？伯母，你别再说了。这辈子我没有福分，没福分做你们林家的媳妇儿。我知道，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，跟孝成可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他真的是喜欢你们，况且你们现在都有孩子了，干嘛非……伯母，你别再说了，我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待你们林家的骨血。兰兰，好，你说吧，只要你能留下来。你让我干什么都行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我，干脆你们俩过你们两个人的啊！我不掺和了，我搬出去，妈，搬出去，闭
嘴！兰兰，我真的求求你，要不我给你跪下！哎呀，伯母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就是想求求你。其实我也想跟小城在一起，我也希望我的孩子有父亲。可是我爸爸生气了，他已经买好了我们母子俩去伦敦的船票。没事，我们再去求他。方便吗？这有什么不方便的呀？我们求他去。小城，走走，愣着干什么呢？走。说到底，还要看孩子们自己的意思。爸，婚礼马上就办。伯母，您刚才答应我的事儿还算数吧？算数，算数。什么话？哦，结婚以后我不跟他们住在一起。不行，这怎么行啊？有什么不行的？现在好多人都这样。那是别人，在咱们家不行。我魏振邦不想让别人说我家教不好，女儿刚一嫁人就把婆婆给赶出去了。没什么，那个我一个乡下人，生活习惯跟他们也不一样。老姐姐，孩子还年轻，不能什么事都由着他们。爸，人家自己答应的，干嘛呢？什么答应不答应？兰兰，做事不能太过分了，要有分寸。啊，真的没事，只要孩子们好就行。住一起也行，伯母，那你得答应我几件事儿。行，你说。第一，打小管我的人就少，我自由惯了，以后你能少管管我吗？老人管你是为你好。爸，还没说完呢。没事儿，让孩子说，说出来好。伯母啊，我知道我自个儿脾气不好，万一以后我跟孝成吵架了，你得站在我这边。当然，我肯定站在你这边，我第一个就骂他。听见没有，老姐姐，我这女儿啊，以后您还要多担待。挺好的。好，这事儿就这么定下来。我派人到青城山找个道士，把日子选下来。哎，好。徐州方面已成定局，共党也已经对天津、北平下手了。我想西南自然也要被他们定在眼里，我们得抓紧了。我明白。你那个眼线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，怎么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啊？应该不会吧？这个人是我亲自诱降的，素质非常不错。那就抓紧吧。记住，重中之重是那个中共新来的书记。是，两个猪头啊，既有用的话呀。什么？妈，我回来了。什么？孝成吃饭了吧？这话你们记他干什么呀？啊，你说你们是傻还是你呀？从现在开始捡有用的记。是。谢谢了啊！哦，
来了，小妹。哎，来了，快请，快请。好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们孝成啊，要办结婚典礼了。哦，拜年了。那恭喜恭喜啊！啊，那个。我这个灯坏了。哦，在哪儿？我也够不着，我不会弄，就这个。好嘞，快快快，帮我弄弄。这小意思。请请请。我现在刚放下一个，我估计可能还有，咱们以后说话得小心点儿。啊。小成怎么这样啊？哎呀，你别忘了我是怎么给抓起来的，要我不也得这么做吗？我这心里特矛盾，我既觉得小成这么做是对的，可是我这心里不舒服，而且心特累，老得放着这个，放着那个。你太不容易了。哎，不说这个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来是通知你，那个叛徒已经到了非处不可的地步了。上次就是因为他损失了我们好几个同志。再说，马上要配合解放大西南的计划，上级领导要给我们新的工作安排，所以要在重庆召开一次会议。在这个会议召开之前，这个叛徒必须除掉。在咱们的同志被捕之前，林小成接到过一封信。什么信？我觉得是密信，需要破译的，因为他拿到这个信以后，不要让别人看，马上就进书房。这个情况太重要了。现在除掉叛徒，我需要组织上跟我配合一下。你说怎么配合？咱们组织一次会议，把那几个怀疑对象都叫来。如果那个叛徒在里头，他肯定把这消息告诉林小成。好是非常好，但是会不会有点冒险？对那些不是叛徒的同志有的。哎呀，有的时候必须得冒一下险，要不然这个叛徒不除掉啊，对咱们组织威胁太大。好，我这马上就去向方老板报告。嗯，好吧。有什么情况马上通知我。哎哎哎。哎，亮了亮了，亮了啊！这回可亮了。哎，有什么事再找我呗。好好好啊！哎呀，谢谢谢谢，辛苦了啊！哎，你怎么不把你媳妇弄丢了呀？你每天听到的就是这些东西，除了周璇的《渔光曲》，什么都听不到。哦，那我问你，周璇的《渔光曲》唱的好听不好听啊？好听啊，我都学会了，要不给您唱一个。他妈都成歌手了你。哎呦，真的什么都听不到。哎，涛儿，他们是不是发现了？不可能，这批窃听器是美国货，他就算是个共产党，他也是个土包子，绝对不可能发现。那怎么办？哎，你去查一下那个老表哥，赶快去。是。等着让我听你唱歌是吧？快滚！是我们家的信吗？是。啊，行，给我吧。好的。
婚礼的时候，我得当伴郎啊！你行了吧？这你还当伴郎？你拌豆腐还差不多。说什么呢你？行了，你俩别争了。今天我难得早一点回家陪老太太吃个饭。哎，我说你们俩啊，自己吃饭，别多喝酒。小成回来了。嗯，妈。桌上有你一封信。哎，我刚才灌水不小心给弄上了。嗯，没事儿。喂，兰兰，怎么了？病了？我现在……啊，那行，我马上过来。妈。哎。我不在家吃饭了啊，您别等我了。啊。兰兰生病了，我过去看看她。哦，那你赶快去吧。哎，到底哪儿不舒服啊？我哪儿都不舒服。去医院吗？医院不用，我现在看见你又舒服多了。兰兰，你说你好好的，你好好的吓唬我干什么？谁吓唬你了？你就不能关心关心我吗？我怎么不关心你啊？你一打电话我就来了。是啊，我正准备表扬你呢，今天表现不错。我有事儿呢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到底有事儿没事儿？没事，我走。哎，我有事儿，有事儿。我问你，你说如果你妈万一真是共产党怎么办？没有如果。我是说万一。没有万一。你，我告诉你啊，现在我爸可都掺和进这件事儿了。如果你妈真是共产党，我看你怎么交代。我妈如果真的是共产党，我不会连累你。好好养病。你就不能陪会儿我呀？
妈，你还没睡啊？这不等你呢吗？兰兰怎么样了？就是普通的伤风感冒，您别担心了。啊，这个时候一定要多注意，身子骨最弱的时候。您放心吧。嗯，早点歇着。哎。这一大早上起来，您太辛苦了。啊，没事，你快上班去吧。啊，我也没做早饭，你上外边吃点吧。哎，你放心吧。哎，多喝一点，我那个时候啊，伯母，我真不用这么麻烦了。张婶给我拿了好多西药呢。哎呦，现在你可不能乱吃西药，你现在怀着身子呢。那时候啊，我怀孝成的时候，伤风感冒就吃这个，管用。咬咬牙，再多喝一点啊。都怪我，我应该在那药里啊放点冰糖就好了。没事儿，妈。你叫我什么？妈。你叫我妈。哎呦，我太高兴了。我没想到您这么高兴。那要不我从今儿就开始改口吧。行啊，妈。哎。哎，妈，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您赶紧坐过去，给我讲讲孝成小时候的事儿。来，《蜀山奇侠传》，青城十九侠，我是很喜欢《还珠楼主》写的，有深度。你得了吧，你不觉得庸俗吗？啊，哥让你每天看书，你就看这个，怎么了？那怎么了？你在哪儿看不行，你非得执行任务前你看，这任务多无聊啊！那人半天也不出来。再说了，我耽误事儿了吗？耽误事儿？我还……哎，那不是伯母吗？对啊，打个招呼。哎，站住！站住！哥，那个倒金条和美元那个人被我们给办走了。嗯，干得不错。哎，对了，哥，今天我们在书店看见咱家老太太了。我妈？对啊，本来我们还想跟她打招呼呢。你看咱家老太太都那么大岁数了，还买书，真不容易。嗯，我知道了。老太太不容易吧？你容易啊，就知道看《青锋十三侠》。我记得老太太不识字啊。哎，你好，你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来过？哦，来过，像她这样的老太太来的很少，所以我记得。你还记得她都买什么了吗？
我要买了本小楷写字帖。字帖？哎，谢谢。啊，不用。进来啊，大饱耳福啊，大饱眼福。今天是省城来的大班子，不是我老赵的草台班子啊。哎呀，老表哥。哟，怎么？演着？演着，进去啊，省城的大班子。哎呦，不行不行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可真的是没有时间。哦，好了，下次吧。好嘞。哎，进来吧。哎，马上就开锣了。哎。妈，哎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我正好啊，回来拿点东西。您这是？啊，我看看这个，给您拿。哟，字帖呀、啊，这字帖不行，回头我给您买好的。啊，嗨，您怎么想起来练字儿了？我这不就随便练练，将来你们这孩子有了以后，没事啊，我还可以哄哄他们，教教他们什么的。兰兰，这药喝完了。喝了，都喝了。哎呀，兰兰这身子骨可真不行，一个伤风都把她给弄成这样。您不知道，她打小身体就不好，三岁之前都是在医院过的。那可不行，现在怀孕了，没事，以后我给她熬点汤补一补。嗯，没必要，妈，那太累了，他们家有下人。下人终归是外人，我闲着也是闲着。那太辛苦您了，妈，我拿点东西就走了。哎。小姐，哎呦，腰部不错，咱们看看，不好看，不好看呢。哎呦，我怎么那么想吃酸呢？你说，张老太太说你，你说酸枣啊，除了酸枣还有什么？哟，兰兰，哟，妈，兰兰，这么巧啊？你怎么穿着高跟鞋就出来了？别崴了脚啊！我们家都是高跟的，我以前就没买过平跟的。张婶儿，你是过来人，你也不说说，怪我怪我。我回家给你熬汤去，一会儿给你送过去。哎，谢谢妈。小心着点，别崴脚。怎么什么都管我？叫她一声妈，她还真以为她是我妈了。老板，你晓得没？给我来一双。哎。哟，老表哥来了。哎啊，你特别喜欢的这海带呀、啊、我好容易托人才找到的。哎呦，可都在里头了啊。哎，好，知道了。哎呦，谢谢啊。嘿嘿，在这吃饭吧。啊，不了不了，我还有点事。哦，我先走。哎，慢走慢走、嗯、老太太，家的信。哦哦，谢谢谢谢谢谢，没事。哎。